梓潼的程总又打电话。项目的负责人找到了吗？是温好负责的。让温好和梓潼的陈总解释一下就没事，毕竟没有他搞不定的男人。你什么意思？照片都发在群里，就不用装无辜吧。这是温好的隐私，咱们要尊重一下，对吧？这可不是在他家哦，是在G1的电梯里。乔总监，你看呢？谈恋爱是你自己的事，但在公司，麻烦注意一下影响。乔总监，哎，根据西装越贵人越丑定律，这个男的大概率是个又老又丑的秃头男，和这种人在一起，大家懂的。你还蛮会分析的。还有啊，你不会是被骗财又骗色吧？这个胸针看起来这么廉价，不会是网上批发的吧？不过，这个胸针怎么这么眼熟？没错，照片里的人就是我，是我从法国一个设计师品牌那儿买的，确实不是什么大牌。对不起，徐总监。还有，我会好好努力养护我的头发，努力不做秃头男。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今天早上电梯的人有点多，温好不小心撞到我。不过已经道歉了。乔总监，温好的事情就由你来指导处理吧。梓潼其实不想追究责任，只要纠正错误就好。刚刚有点小题大做了。好，你们先忙吧。温好在财务部待不下去，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。大意了，没想到财务部的水这么深，第一天我就……对不起，温温。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弄疼你了？他就是林渊，姐姐的秘密恋人。我真是太久没看见你，太开心了。这半年你都去哪了？夏凌总，我们很熟吗？我因为车祸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记忆，所以……所以你把我们在一起的事情都忘了吗？你吓到我了，我得好好消化一下。先这样，拜拜。必须得解决和林渊这层尴尬的关系，要不然迟早被他撞破身份。嘿，有没有空啊？今晚一起吃饭。你们搞了个连环计让我背锅之后还不放过我，还想搞个丑男计？其实我说的就是真相了。你要相信徐小琪说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再说我也犯不着得罪他，除非你跟了我，以后财务不管账，我愿意为了得罪徐小琪的。就你这怂样，还不够他们撕的，请你自重。喂，问好问好，你听我讲，听。我男朋友来了，麻烦离我远点。不好意思啊，好吧。那我就勉强做你的男朋友了。我只是权宜之计，请你不用当真。谢谢，再见。上了我的车，你觉得我会轻易的放你下去吗？你可是社会精英哎，
请不要开这个玩笑。斯文败类知道吗？白天越是压抑自己，就越关不住心里那头野兽。你不要乱来，小心我在公司曝光你。副驾驶的门出了点问题，从里面打不开。你们财务部的人好像都不是很喜欢你，要不要考虑换别的工作？我帮你推荐。不用了，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搜索的。如果有需要，我随时都在。乔总监说，这份文件下午五点送到子龙。周五可能会堵车，我还是现在去比较保险。本来只是想说让他喝了安眠药睡过去，错过送资料，结果他提前这么久出发。路上开车睡着了，怎么了？光慌张张的。我好错拿了我的杯子，我手里放了安眠药，然后我刚刚发现他开车去做资料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刚刚不是去送资料了吗？资料我已经送到了。你误喝了徐小琪忘了安眠药的水，差点出事，还好我赶到了。谢谢啊，还好遇上了你，真幸运。不是幸运，是我一直在关注你。等你记起我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。就当是我的执念吧。不过你记起我的时候，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喂，小林总，有事吗？现在吗？但是我有什么紧急的事吗？谢谢了。这不是林渊偶尔回来住的地方吗？约他来这里，不可能是为了工作。不像我，女朋友都已经失联半年了。该不会他那个失联的女朋友就是？这里是那种酒店。这里是不正经的那种酒店。而且私下玩这么野的吗？文文，你来了，我给你准备了很多东西。我是不会跟你玩这种变态的游戏的。
快进来。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两个亲手布置的，你还记得吗？自从有了这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基地之后，我终于可以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家了。但为了隐瞒身份，得和他断绝关系。这些啊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尝尝看，跟以前比，手艺有没有退步？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。你厨艺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太辣了。你也吃啊，别光看着。文文，别动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，我对你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，而且我也失去了和你在一起的记忆。那我可以给你创造新的记忆啊。但是失去记忆之后，我认真的想过，我们真的不太合适，我们差距太远了，还是及时止损吧，分手吧。文文，等等我，文文，文文，你真的不能再考虑一下吗？我没办法再瞒你了，再也从男朋友条件随你看。你就算给我100万，我也不会赢你男朋友的。好了，你就不要逗他了。你们认识？嗯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文文，我刚才认真想了一下，你说差距大的问题，没关系的，啊，我认定你了，你不用有压力。徐总监，专心一点，您要是英年早逝了，公司里的小姑娘都会伤心的。才不是呢，程星是因为担心我们俩感情问题，所以他才会一时狡猾的。他可希望我们俩和好，对吧？哦，对了，你3年前在国外救的那个女孩不是也来公司了吗？你也赶紧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啊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去表白。不要。为什么？你难道不希望哲青跟咱们俩一样幸福吗？我们刚刚不是分手吗？我们三个还是分别各自安好吧。今天确实不适合表白，那我就改天吧。他真的拒绝我，拒绝的好彻底呀、啊！别喝了，别喝了。他已经失忆了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他已经不是那个给你美好回忆的人了。他不是温好，温好以前可喜欢我给他做的菜，啊，现在他都不爱吃了。
温好确实有一个孪生妹妹，就是温西。至少林渊对姐姐的感情是真的。本周五下午2点举行部门团建。为什么我还要参加这种无聊的团建？你去帮我们存包吧，袁凯去上厕所了，他的包也交给你了，谢谢你啊。徐总监，我们的更衣室在那边。温好，这一关需要有人配合下审讯剧情，那就辛苦你了。他怎么不动我了？吓傻了？温好，你胆子也太小了，要不要求求我帮你通关啊？温西平常要戴的手链吗？你们先吧，我有事离开一下。放我出去！我都把那个开机密码给你了，你就放我出去吧。我的银行卡密码都给你，里面钱随便你花。感情你还有钱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还我钱啊？早还了你，我们岂不是都死翘翘了？今天我就没钱做大家的命了。就我的钱，就我的命，我真是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一想到等会儿温好被吓到尖叫，甚至满地乱爬的丑样，我就更期待今天的团建了。恶作剧而已，别太过分了。哦，既然你们想借机找我麻烦，那我刚好将计就计，找出 V 是谁。他们都没有 V 的账号，求求你了！难道 V 不是财务部的人？出去吧，拜托了！错了，看来得另想办法了。求求你了！我，你们的律师姐已经是我，有空吗？喂！这个 NPC 肯定有问题。怎么，遇见鬼了？需不需要我喊大家过来帮忙？这个姿势是在暗示我什么吗？我到底在犯什么蠢呢？我就腿酸了，蹲下来缓缓。
你脖子上好像有血痂，也能在玩什么？注意。差点又被他鼓到，我要清醒点。